田地里留着喷药机，桶子内已经装填好农药，才开始要喷药。63岁的周姓男子就突然倒地暴毙，附近还停放着他开来的小货车，上头还摆着巴拉液等农药罐子。一开始被怀疑是农药中毒。伊迄巴拉瓜迄款的敢有中毒的？应该是无咧。应该是无。应该是无啦。所以应该是未讲。诶，应该是跟药无关的啦。这起意外发生在大安，周姓男子早上6点前往农田准备喷药时，却突然倒下，紧急送医后仍不治。医生初步观察没有发现中毒症状，怀疑男子可能是心脏出问题，加上天冷温差大，造成心肌梗塞。心脏讲会流会喘，会喘啦，心脏无好啦，人大个伊那人，啊人心脏讲会喘嘛。啊，叫倒落就挡袂掉啊！你咧，啊，拄仔因咧阿兄、因咧弟阿兄去看着嘛无人知，嘛无人知是啥物状况，伊拢家己一个人来啊。但意外发生的确切原因还有待检警相验厘清。但医师也提醒民众，四月正值春耕时期，除了气温落差大容易身体不适，要留意身体状况，喷农药最好戴上手套、口罩，避免过劳保平安。记者钟慧台中堂报道。